家舞台效果奖。恭喜你哈、哦！谢谢。有没有紧张？有一点。啊、准备多久了？准备一个月了。一个月就可以了。对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我叫丁璐瑶，我是来自澳门的选手，我拿的是最佳创意奖。恭喜恭喜！谢谢。我叫陈淑仪，我今天拿的是最佳创意奖。李芷涵，最佳设计表演奖。很开心啊，就是好好好有气氛哦，这里。对啊。有没有来过台湾？没有啊。第一次来、啊。对啊，第一次来，好开心哦。准备去玩了，下午等一下就去玩了。等一下去玩了。是啊。对啊，是不是带我们去啊？带我们一起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没问题啊。嗯，等您带哦。好好好，的确谢谢您哦。嗯嗯嗯。好啊好啊。好，好谢谢。我叫朱爱佳。我想低头，我最厉害。有没有得奖？他得了一个那个姿态那个仪态奖。我有一个奖。什么奖？仪态奖。哦，啊，你中文那个中文怎么这么厉害，会讲中文？因为我妈妈是北京人，我就跟她学中文。哦，啊，你平常在家里有没有讲中文？是跟我妈妈每天讲中文啊。是。哦，还会讲几种语言啊？我可以讲普通话、英文。广东话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法语。哇，这么小就这么厉害了、啊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可以当翻译官、外交官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好好。我什么都好给力。对对对对对。Hello。接下来我叫刘导月，我拿的奖是最具感染力奖。是哦。我来自澳门的，我是澳门的选手。是哦。那你那个普通话怎么讲那么好？我不知道。就嘴巴就妈妈教的。老妈教的。老妈教的，那你讲一下澳门的广东话听一听看。讲什么？讲澳门的那个澳门讲广东话嘛啊？会不会讲？你好啊，来自澳门的刘导月啊。好厉害。我第一次嚟台灣，所以非常之興奮。嗯，同埋我好中意呢度，好熱啊！呢塊土地。呢又係講話好快。你好，我叫唐博颖，来自澳门的选手。我这次拿到是最佳设计奖。来到这里我很兴奋，我很开心可以拿到这个奖。是哦，那你现在几年级？六年级。六年级了，要上初中了。啥？上高中了，因为差不多。差不多了，哦，那在学校功课好不好？还行，还行啊，还行，还行，哦，不错啊，英文拿六十分啊，还行，英文六十分啊，是的，是头十名的，我是头十名的，哦，好厉害，那你，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的领队，这次呢来参加，来高雄参加两岸四地的青少年的普通话比赛，我好开心，我觉得对我们两岸的友谊更进一步。啊，这样也是促进了我们的两岸四地的和平，啊，把爱传播到全世界。其实呢，从他第一届我已经参加了四地朗诵，这一次呢是我第三次到台湾。我觉得除了其他三个城市以外，台湾的普通话进步很快，他们的普通话越来越标准，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。我希望呢，这种比赛继续发扬下去，让到大家能够在同一天空下，使用统一的语言。我叫吴庆璇。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？代表哪一队的？上海队。上海队的。啊，你在哪里学这个？很会表演，谁教你的？是指导老师教我的。教你的，啊，这么厉害啊！啊，你不要怕的。啊，你几岁了？六岁。六岁就这么厉害，你今天得什么奖？六十分百度。今天得什么奖？看一下。表现奖。表现哦，你今天你表现什么奖？很会表演，对不对？嗯。喜不喜欢表演？喜欢。喜欢啊，因为会，你会不会唱歌？会。你唱一首段给我听听看，好不好？唱一段给我听听看，好不好？简单的。唱哪个？是你啊。就随便唱嘛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
好像花儿开在春分里，开在春分里。哇，厉害厉害哦，天子。衡山对，就叫你好。雷猴。是雷猴。啊吼吼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的华语名字叫这个华。在法语里面有很多字可以讲，像 bonjour 是就你好 ，salut 就你好也是很多你好。嗯，很多可以讲就对了。嗯，那你会不会讲？我不会讲法语，我只会讲英文、中文。你用英文介绍自己一下来。My name is Lau Chou Yu. I love music. 嗯。And my hobby is drawing. 他很爱画，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，他在那个黑板画画画。他很会画图啊，真的啊，哦，画画画厉害啊！啊，还会什么？我还会很多种乐器。你会很多乐器啊？比如钢琴、古筝、长笛、敲击乐，还有什么？啊，跳舞、唱歌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会跳舞、弹钢琴、唱歌，做那个，可以做东西。手工，我也很喜欢做手工。我也可以那个，做饭。你会做饭？不会做饭。我也会做饭，不过我只会做蛋系列的饭，蛋炒饭、煎蛋、水煮蛋。啊，你喜欢吃什么食物？我喜欢吃芒果。我喜欢甜品、雪糕、冰淇淋、巧克力。你会胖吗？怎么办？我就吃一点点。我一吃吃很多个冰淇淋。你身材好啊，你可以吃很多啊。那你吃会胖吗？怎么办？我就吃一点点。减肥。看你吃，看他吃好不好？那你来高雄玩，第一次来嘛啊？对。你有看到什么东西？看到那个八五大楼。哇，这是间，那是那个酒店，好漂亮。好漂亮哦！对啊，澳门也很漂亮啊。啊，澳门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台湾很大。不怕，因为那个水很脏。澳门的水很脏啊。台湾的水比较干净啊。珠海的水也很脏。很脏哈，我们这边水还有鱼在游泳。不过啊，我喜欢游泳。我也喜欢这里的游泳池。是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去这里的游泳池游泳。好啊，去海边游泳很棒啊。还要去那个那什么浴场啊？哎，你去什么？不去了。你喜欢浴场？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。我很兴奋。我觉得很高兴。我也拿到了一个奖，最具感染力奖。嗯，你这边最后跟我们这个台湾的小朋友就欢迎小朋友到你们澳门去玩，讲一下。对。欢迎台湾的小朋友到澳门玩旅游。澳门的顺便介绍一下，当地小天使介绍一下，澳门有什么好玩的？介绍一下。澳门有那个观光塔，就是那一个，在。还有澳门的美食街有很多东西吃的哟，是很好吃的东西哟。还有，如果美食街的话，澳门还有很多不同的游戏。就在美食街那个场地，就是在观光塔下面那对面。澳门很好玩。澳门有没有台风？有。还多还是有。那时候才刮完。是哦。八号风球不用上学。是啊，还是有台风，对不对？澳门有很多酒店，不过酒店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。然后那个很多 casino， 小孩子不能什么来的呀？知道。小孩子不能进去嘛，哈。就那个大人能去。好了，那再见。还有酒店也很多五星级的。拜拜。拜拜。装可爱的样子，没有装个可爱的样子，跟我们最可爱的，他帮你拍一张照片。谢谢你们做孩子的跟前面。
发出三声滴滴滴，然后双手摩擦。哎，我们教一句台语，假贺假贺，预备起，假贺假贺。好，这爱的吸血鬼，我们准备一起来啊，爱吸血鬼起来。
唱。